爸爸睡着了吗？站在他到医院之前，已经停止呼吸心跳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，饰演戴天晴的连俞涵心痛到傻住了，连眼泪都流不出来。期间大戏《一千个晚安》开场就是催泪重头戏。大家姐妹俩哀痛的替爸爸穿鞋，和男主角陈龙一起送代站长陈伯正最后一程，悲痛情节让许多观众哭到不能自己。爸，那天把你送了，我知道无常是不请自来的意外，但我不知道当无常来敲门，我真是这么错了。最新预告，戴天晴面对无常人生，强忍悲痛面对，更决定走上戴站长未完成的旅程。剧情赚人热泪之外，首播的拍摄场景也成为热门话题。小天晴说晚安的大树爷爷原来就在苗栗后龙露营区，另外陈龙和戴站长相遇的就在三貂岭，而戴家是借用宜兰民宿，20年前的戴家则是在平心青铜的民宿拍摄，都成为戏迷要去踩点的朝圣名单。三雄王站长王向台报道。